这蓝色的天，时间过得太快，就像是抽了一根烟。他说我被诊断成了死胎，死神没把我带走。从小除了失败就是失败，当然还有痛苦挫折，但请带给我懦弱过色是谁的无所谓，我已经不愿再堕落那些多无助的人呀，谁能向他们伸出手，不再是一味的冷漠和嘲笑，甚至暴粗口。我看到大雁塔旁的城中村，那里的人们也在生活，但却与这曲江格格不入，是谁的过错，我该怎么做，伙计你还是管好自己，毕竟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看到太多的人心冷漠，被伤害的男女居然在说亲爱的都是我的错，大家都怎么了，我自己怎么了。我看到喝烂醉的男子对着天空说着，老婆是我不够好，没给你六位数的名牌包。我看到凌晨四点半的阿姨还在街头卖着小笼包，她推着她的小车。我看到网吧里的男孩看武侠小说，他可能也想成为大侠然后拯救世界。我看到80岁的老汉把手破烂当做他的事业，这世界怎么了，大家都为钱拼了命，太多的人告诉我这世界不公平。夜晚忽然间就没了灰色，我只是忽然想到每个人都是只飞蛾，多